绘制齿轮架，将细点画线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，选择直线工具绘制中心线，选择偏移工具偏移水平中心线，选择圆工具绘制圆，选择修剪工具修剪多余的线段，将增量角设置为30，选择圆工具绘制圆，
显示图形的线宽。图形绘制完毕。